市民朋友以及我们的媒体朋友，还有现场的贵宾，现在看到的是高雄女中乐仪队即将要进场。高雄女中乐仪队由秦明胜教练带领，是一支兼具感性与知性的美丽队伍，参与各式典礼、开幕表演，并且远赴日本进行国际交流，在各地也留下了美丽的身影。 我们是不是给高雄女中乐仪队一个掌声鼓励？南台湾可以感受到温暖的阳光映照在闪亮的军礼服上，深蓝与艳红在青青草地上交错，整齐划一的动作搭配着震撼人心的乐曲，洋溢着青春与活力，精湛的枪法。 千变万化的队形与悠扬的乐音，融合了力与美的演出，是今年累月挥汗练习的成果。尽管过程当中遇到再多的困难与失败，依旧努力坚持不懈，完美无缺的默契，说明了全心全意的投入与付出。今天他们将呈现亮丽精彩的表演。 与您一同分享这震撼人心的时刻，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欣赏由高雄女中乐仪队即将带来精彩的演出。
谢谢。
杂。谢谢高雄女中任意队在这个寒冷的天气带来精湛的表演。钢铁人啦啦队，钢铁女神雅典娜带来表演，以希腊神话中代表女神含义的雅典娜作为团名，成员都是应援界啦啦队的精英，并且呢拥有非常多的粉丝。除了有甜美的外形之外，也结合了力与美的舞蹈，在2023年的第一天展现秀出 number one 的气势，也祝福中华民国112年元旦升旗典礼圆满成功。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钢铁女神雅典娜带来充满活力的舞蹈。Good girl, pop. 20.
钢铁女生，首先介绍就是我们高雄市议会的大家长康玉成议长，议长好，以及副议长曾俊杰副议长，莅临现场的议员有李雅慧议员、吴立成议员、邱俊宪议员、黄飞
凤议员，何全峰议员，汤永瑜议员，陈慧文议员，张汉中议员，李雨婷议员，高中德议员，郭建蒙议员，刘德林议员，以及李梅珍议员的团队，欢迎欢迎。继续为各位介绍，就是我们高雄市的大家长陈其迈市长，市长好，以及由市长带领的所有的市府团队局处首长们，请大家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谢谢。继续为各位介绍我们军方的代表，包括海军陆战队指挥部中将指挥官马群超中将，欢迎。海军舰队指挥部冯国维少将主任，南部地区后备指挥部周建明上校副指挥官，宪兵指挥部高雄宪兵队曾玉凯上校队长，高雄市后备指挥部麦俊豪中校处长，宪兵第204指挥部林权益中校科长，陆军第八军团指挥部蔡月哲上校组长，以及我们苓雅区的里长主席林志田主席，还有我们所有苓雅区的里长，请你就站起来给大家一起拿手，谢谢，掌声给我们苓雅区所有的里长们，非常的感谢，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莅临现场的市民朋友还有媒体朋友们。进场。仗礼枪，和平意象，银盔戎装，气宇轩昂，静默无声，永远忠诚，国之门面，吾等担当。市长、各位长官、贵宾，还有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越仪队进场。参访及各种庆典节日的超强演出，除每年执行高雄市元旦升旗典礼，近年更参与了全民国防走入校园、Open 奖大气球游行等活动，用每一次操演展现今时训练的成果及保家卫国的决心，是陆战队不可或缺的门面。今年再度受邀参加高雄市元旦升旗典礼，更是所有队员无上的光荣。市长、各位长官、贵宾，请起立，请接受海军陆战队越仪队军礼
致敬。请坐下。本日操演的项目分为静态组合枪法及乐队联合操演两个部分。首先是静态组合枪法，陆战一队最大的特点在于枪法雄健刚硬，整齐的高踏步和一致的发手动作，展现出勇猛剽悍的陆战队风格。队员手中使用为美造 M1 加兰德步枪，枪重6公斤，全长137公分，因特殊构造及不均等的重量比，操演时具有一定的困难性和危险性，需经过长时间及高强度的训练方能驾驭。现在呈现的是转枪的操演，请掌声鼓励。接下来，陆战一队将配合陆战乐队澎湃激昂的乐曲演奏，进行联合操演。请各位注意中央队伍的队员，即将呈现高难度枪法，两人一组同时进行枪支的抛接，稍有不慎极有可能被刺刀刺伤，具有极高的危险性，为崭新的一年划开序幕。请掌声鼓励。演奏的曲目为海军陆战队队歌，排列的是海军陆战队的英文 Marine 的字首 N 字。在新的一年，除了传统队形的操演，陆战一队将用新队形与新枪法，展现陆战队不断创新进步的理念。不管在作战训练、装备掩盖及各项操演，各级官兵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不懈，建构陆战队坚强的战力。队成军至今已75年，守护国家与人民的决心依然不变。历经长沙八岛、红运作战、823炮战等战役，先贤先烈的牺牲，奠定了陆战队打第一仗、立第一功的光荣使命。永远忠诚队训，等神神烙印在所有队员心中。West Marine, Always Marine, 一支陆战队，终身陆战队。队形是滨海决胜，演奏的曲目为巡逻兵进行曲。近年随着国防转型，保卫国家的重要任务国军未曾松懈，日以继夜的战备演训，披星戴月的艰苦训练，陆战队永远站在最前线，捍卫我们的家园。为陆军做先锋，现在各位眼前的队形代表陆战队抢滩的战斗部队，
滩岸作战一直是陆战队的核心价值，更是强大战力的表现。所有队员必须要有视死如归的决心，才能完成任务，展现陆战队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的三不怕精神。陆战队以此三不怕精神，展现滨海决胜、捍卫国土、守护人民的决心。登陆后，陆战队员开始抢滩，面对敌方炮火的猛烈攻击，无所畏惧，为国家及人民而战。创新的枪法与队形，不变的信念，坚持的荣誉，是身为陆战队的骄傲，同时象征陆战队不断进步的战力，是国家坚强的后盾。现在要呈现波浪枪的操演，以雄壮激昂、节奏分明的鼓声配合枪法，由左至右，由右至左，如海浪的波涛绵绵不断，代表陆战队的光荣传统将会永续流传。掌声鼓励。第三个队形是四海归心，演奏的曲目为《美中美进行曲》，整齐排列的直线象征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勇气。将以相互交叉变位的枪法，象征陆战队同舟共济的团结一致。现在呈现的是整齐划一的队列选枪，请给他们最热情的掌声。造就战士，艰难的试炼成就精英，一次又一次的训练让少年蜕变成长，一次又一次的试炼令战士刚毅坚强，在他们的身上涂上象征荣誉的伙伴迷彩，是陆战队意志的传承，是永远忠诚信念的延续。队形是团结一致，演奏的曲目为拉代斯基进行曲，此曲为意大利在西元1848年纪念拉代斯基将军以高龄81岁能率军保卫国家的光荣历史而作，同时也是为关怀军人们而编，轻快欢乐的曲风象征喜悦与和平。陆战乐队以此曲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排练的圆队形代表所有队员上下一心，共同克服各项挑战。
将以零秒差的配合进行地下传枪，展现平时训练的成果。是零秒差的地下传枪，展现完美的团队默契，请掌声鼓励。受陆战队成军至今，历经多次整编、兵力缩减的压力下，所有队员能持续坚守岗位，完成各项任务，一次又一次展现陆战队坚强的战力，为国家及人民，陆战队永远忠诚。队形是胜利凯旋，演奏的曲目为陆战队进行曲，排练的是胜利的英文字首 B 字。钢铁队伍三军先锋，胜利凯旋，陆战雄风。陆战乐队以胜利凯旋队形祝高雄市元旦升旗典礼胜利成功圆满落幕，2023崭新高雄。在雄壮激昂的国徽进行曲中，旗队护卫着国旗向前迈进，象征海军陆战队全体官兵将继续为国家的生存发展与百姓的安全福祉继续努力迈进。市长、各位长官、贵宾，请起立，请接受陆战乐仪队最诚挚的敬意。请坐下，乐队操演完毕。请掌声，谢谢陆战乐仪队带来的精湛操演。
为了迎接民国112年，今年特别邀请荣获110年度全国学校音乐比赛特优奖四维国小合唱团为您带来国歌的演出。四维国小合唱团历史悠久，成员囊括了4年级到6年级的同学。99年度，由黄伟林老师担任合唱团指挥老师，是各项音乐比赛的常胜军。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了高雄雄，还有高通通，以及国军娃娃，一起来跟我们进行今天的升旗典礼。我们请市民朋友们慢慢的进到我们的圆形广场来，谢谢。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请所有的市民朋友面向升旗台，升旗台就在舞台的对面，请所有的市民朋友面向升旗台。升旗典礼开始，市民朋友请脱帽，唱国歌。到台上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议长，谢谢议长，议长好。我们也可以请议长先把口罩拿下来，谢谢。现场所有亲爱的，我所敬爱的高雄市民朋友，高雄市政府陈其迈市长所率领的市府团队，三位副市长，现场还有多多的我们高雄市议会的同仁，有曾俊杰副议长、李雅慧议员、邱俊宪议员、高中德议员、黄飞凤议员、汤永瑜议员、李雨婷议员、白乔英议员、张汉忠议员、陈慧文议员、何全峰议员、吴立成议员、刘德林议员、郭建盟议员、李梅珍议员服务处的主任梁玉玲小姐，还有
立法委员许志杰、许立伟。当然，现场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军方的代表，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中将指挥官马群超指挥官，海军舰队指挥部少将主任冯国维，陆军第八军团上校主任组长蔡月哲，南部地区后备指挥官上校副指挥官周建明先生，高雄市后备指挥部中校处长麦俊豪先生，宪兵二零四指挥官中校科长林全义先生，宪兵指挥官高雄宪兵队上校队长曾玉凯，以及现场来了很多的里长朋友，里长主席林志田，现场还有很多的表演单位，包括我们的高雄女中，我们刚刚表演的乐仪队，我们的郑校长，高雄职篮钢铁人啦啦队，钢铁女神雅典娜，高雄市临海区四维国小的校长王校长，现场的市民朋友，大家早安，大家新年快乐！念了一大串的现场的贵宾，在这里首先要跟高雄市民朋友说新年快乐。新的一年我们迎接新的气象，首先玉成仅代表高雄市议会全体的议员，祝福所有现场的好朋友以及高雄市民朋友新年快乐，平安喜乐。高雄经过这一次的民意洗礼，跟大家报告，高雄市议会65位新的诞生的，不管是连任或新科的议员，我们为民喉舌，全力以赴，将为高雄的进步共同努力，全力以赴，让高雄人为高雄市议会感到光荣。过去3年因为疫情的洗礼，但是我们已经渐渐摆脱疫情的困扰，新的一年我们期许高雄市能够转型成功。我们高雄市转型成功最重要的是产业转型，我们要推动净零排碳，完全的完善的交通网路，落实居住正义，提升育儿环境，还有强化整个治安。我要告诉所有的市民朋友，我们会好好的监督，让我们高雄市政府在带动高雄进步的过程中间，高雄市议会绝对不会缺席。也期许市政府，我们肯定陈其迈市长进的节奏，我们也会持续在议会推动进步的政策，希望高雄市能够在府会共同合作，推动高雄进步的过程中间，让市民朋友看到我们的努力以及高雄的进步。议会除了肩负民意告诉市民朋友我们会全力以赴以外，我们一定不分党派、不分区域、不分族群，府会携手合作，为高雄进步的努力而打拼。在这里希望市民朋友在未来的4年能够为高雄市议会的表现感到光荣跟骄傲。今年的主题是共融城市，多元并进。高雄是一个温暖而有包容力的城市，相信在市政府、高雄市议会以及市民朋友共同的监督之下，我们迎接更美好的高雄。最后再次祝福所有的市民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的一年新年快乐，谢谢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康里程议长。我们就要邀请我们高雄市的大家长陈其迈市长到台前为我们致辞，掌声给我们市长。议会的郑议长、康议长、郑副议长，抱歉，一开头新年就念错，叫错了，那到议会糟糕了。立法院的许志杰委员，还有所有的议员先进，那另外也包括了我们海军陆战队指挥部，我们的包括我们的马群超中将，海军舰队指挥部我们的冯国维少将主任，以及所有的议员先进，包括市府团队，
所有的里长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现场那么多的市民朋友，今天虽然天气很冷，但是在这里感受到市民的温暖，大家起了大早都来一起参加我们元旦的升旗典礼。我相信在未来的一年，没有什么我们不能克服的难关，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相信2023年高雄一定会更进步，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繁荣。我要首先感谢现在仍然在捍卫我们国家安全的所有的国军官兵弟兄，虽然面对中共的武力威胁及挑战，但是他们保家卫国，保卫中华民国。我相信在不管黑夜白天，不管多么的困难，都是我们捍卫国家安全最稳定的一股力量。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每一位付出心血的所有的防疫英雄，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医护人员或者是我们的防疫人员，让我们在疫情困难的时候能够守住国民的健康，让我们能够平安幸福。另外我也要感谢所有的市民朋友，在过去的一年跟市府团队大家共同努力，不仅在促进产业转型、增加就业机会以及捷运建设、空污改善等等，都跟所有的市府团队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也相信在未来新的一年，我们包括各项的市政工作的推动，我们也会继续的以谦虚、认真、有效率、不分党派，全力为所有的市民桃园来服务。也要拜托所有的市民朋友，大家共同守护我们高雄，迈向公平城市、社会共好，打造一个全世界大家都看见高雄，我们一个不断进步的高雄，科技的高雄、宜居的高雄、幸福的高雄、魅力的高雄。在此我也要欢迎所有的贵宾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史无前例的高雄跨年两次，高流幸福市今天的晚上还有，让高雄陪伴大家迎向幸福的2023年。最后再一次的要感谢所有议会以及所有市民朋友，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一切平安吉祥，2023奔向幸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市长的加油还有勉励。那我们看到旗布台已经缓缓的要推向台前，我们要请所有的台上的贵宾起身。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待会儿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这个祈福仪式，请市长还有议长移步到祈福台的两侧，还有我们的民意代表、我们的委员，还有所有的市议员也移步到前方，还有我们第一排的贵宾是否也移步到我们的前方。那么大家可以先把口罩拿下来，谢谢。我们可以请贵宾呢，可以先把口罩拿下来。那么我想在今天呢我们进行祈福仪式的时候，我们也要让现场的媒体还有现场的朋友们呢先来拍照哦。现在我们市长还有议长呢要拿起共荣城市还有多元并进的祈福卡。那么我们也请所有台上的来宾把国旗放在胸前，先看正前方的媒体，先让媒体朋友们拍一张照片。好，那么接下来请看左手边，我们有很多的市民朋友还有很多的摄影机，请给他们一个正面。
接下来看右手边，右手边所有的媒体，还有我们的摄影机，谢谢。那么待会儿呢，我会倒数三秒，我们就要请议长还有市长把祈福卡贴到祈福台圆形框框的位置，象征在议长还有市长的带领之下，议会及市府携手合作，一同开启112年。好的，那么我想在今天呢，我们这么多的市民朋友跟我们共同的来参与，待会儿呢市长跟议长放进我们的祈福卡的时候，我们也请台上的贵宾跟所有现场的朋友挥动手上的旗帜，请各位跟我共同倒数三秒，3、2、1，共荣城市，多元并进，市议会与市府在新的一年携手合作，促进高雄多元化的发展，共同带给市民幸福感。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把国旗放在胸前，让媒体朋友们拍照。来，那么我讲112年元旦，请大家一起大声的喊出新年快乐哦！112年元旦，新年快乐！第二个画面，我们请所有现场的朋友、台上的长官、里长挥动旗帜哦！112年元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谢谢所有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媒体朋友们。因为你们的莅临，让今天活动更加的圆满。共荣城市，多元并进，高雄市各界庆祝中华民国112年元旦升旗典礼圆满结束，谢谢。再一次谢谢市长、议长，还有所有现场的贵宾，谢谢，感谢各位。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大家。市长，我们刚是不小心有念错那个议长的，稍微讲一下这个部分好不好？没有，就曾议长，曾立燕议长，我记错了，抱歉，去议会有点长了，是不是昨天太晚睡，今天又太早起了？口误，就像长了，就像议会有点有实力了。好，谢谢。市长，昨天跨年你自己戴那个兔耳朵，瞬间变成。焦点哦，没有，昨天就是因为要上台之前哦，他刚好旁边有一个工作同仁，我在想说，既然大家都那么开心哦，nice to meet you 哦，所以就把他带上去，就把借工作人员的这个兔耳朵啊，我想大家年轻人都这样，市长也应该跟大家一样，就借了一下同仁的兔耳朵。那新的一年哦，因为面对这个。很多外界的声音都觉得说要进行内阁改组，那您身为代理党主席，我想代理党主席的工作就是府院让大家通力合作让台湾能够更好国家能够更进步所以在人事权的这个部分充分的尊重总统整体的考量，但是我想我作为高雄市长，那在这几年，包括不管是地方的需求，高雄的很多，包括产业的转型，交通各项，以及民生各项的这个政策，都行政院都大力的帮忙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行政院苏院长的大力帮忙尤其很多这些重大的建设都是苏院长大力的帮忙所以我想。内阁稳定，这个政府才会稳定所以我是认为说，在行政院改组的这个部分一方面我们希望说，能够在稳定中能够改组让这个整个政治的运作能够更稳定。那我相信这对高雄也会更好所以也希望说。在整体的这个布局的一个考量，能够与政局稳定，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哎，
市长今天看起来没有那个三位副市长是让他们休假吗？啊，什么？今天在那个座位上没有看到三个副市长。三个副市长，我想就看他们，因为像昨天的死者副市长，他忙了一天晚上的这个班，比较辛苦了。那我想我市长代表市府等等，其他的就按照他们的，有一些真的是爬不起来啊，这个也没办法。谢谢，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蹦一蹦，跳一跳，肚子痛的跳。左边的镜头，好，右手边的镜头，左边在这里。要微笑，要微笑，好。左手边 OK 吗？那个。中间再一张，中间再一张，好。我前面蹲一下，谢谢。跳，肚子就下跳一跳啊，蹦一蹦啊。好，谢谢大家。跳舞，跳舞。你来跳，说。市长跟你。来，好，市长下令你来跳。好，谢谢。